23岁，代表悉尼赛区，目前是一名学生。在彩虹里最能代表我的应该是紫色，紫色清冷高雅的感觉是我最喜欢的气质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5号佳丽全明月 Kitty，来自墨尔本赛区，今年24岁，现在是一名记者。最能代表我的彩虹的颜色是白色，因为白色最简单也最复杂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6号佳丽周心怡 Kelly， 我今年20岁，来自珀斯赛区，是一名学生。然后我觉得最能代表我的颜色就是粉色，因为粉色充满阳光以及活力，然后也代表着青春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7号佳丽张佳宁 Melody， 我出生在阿德莱德，今年19岁，目前是一名大学生。我认为最能代表我的颜色是紫色，它看似高冷，可是它是由红色和蓝色组成的，所以它既温柔又沉稳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8号佳丽乔西美莎 Chelsea， 我今年18岁，来自悉尼赛区，我现在是一名表演艺术系的学生。我最爱紫色，因为紫色代表浪漫、神秘、高贵，富有阳光、独特的魅力。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9号佳丽尹蕊 Emily， 22岁，来自墨尔本赛区，现在是一名学生。我认为彩虹中最能代表我的颜色是红色，因为红色是热烈的象征，象征着对生活充满美好、积极阳光，不害怕任何挫折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10号，我是 Betty 胡爽晨，来自佩尔赛区，今年27岁。我认为紫色最能代表我，因为紫色是神秘的颜色，而我是天蝎座，同时紫色也是浪漫的颜色。我认为紫色是紫气东来的意思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12号佳丽孙小玉 Patricia。23岁，我来自悉尼赛区，我现在在日本读大学。我认为最能代表我的颜色是紫色，是蓝色。蓝色代表象征大海，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这正是我一直恪守的原则。谢谢。13号佳丽王艾文 Evan， 来自堪培拉，是一名学生。我觉得橙色最能代表我，因为橙色是太阳的颜色，而太阳总能带给大家温暖。谢谢。
簡單喎、非常難揀，今晚九位佳麗非常有實力。咁點揀法？一定要介紹我哋嘅星級評判。好，我哋介紹下，你都俾熱烈嘅掌聲，我哋呢一位陳展鵬先生。多謝展鵬。澳洲中華經貿文化交流促進會執行主席陳星偉。委員會會長鄧小榮。多謝你哋嚟。雪梨華人賽馬會董事及主席游東城。多謝你啊，游主席。慈善馬會籌到多少錢？籌到多少錢呢？就是捐助呢個澳華養老。多謝你哋。跟住係資深美容顧問謝蘇美薇女士。多謝 Mimi 姐。最後我們要多謝2014年度澳洲華裔小姐冠軍，2015年度國際中華小姐競選冠軍蔡美婷小姐。多謝。咁跟住嗰兩位呢？最上鏡小姐評判。最上鏡小姐評判分別是2021澳洲華裔小姐冠軍鄭智玲。多謝。ACAE 澳洲留學移民中心執行董事蕭嘉敏。多謝。福田，有咩想問？佢哋心目中彩虹嘅盡頭啦。好啦，打俾掌聲，歡迎佳麗出場。红由七种颜色等量相处在一起，我把它看作一种合作的概念，所以彩虹的尽头应该是共鸣，是合作的结果。紫色作为彩虹的结尾色，用来表达对现实的感恩和未来生活的向往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最后，衷心希望今晚的各位都能在2023年拿到想要的结果。是我未来的爱人，七彩霓虹汇聚到尽头变成白色，我身着圣洁的婚纱，丘比特飞过鹊桥下，轻轻敲打幸福的密码。7月7日鹊桥仙，金风玉露恨苦短，织女和牛郎的经典故事流传至今，现在彩虹鹊桥已搭好，我未来的爱人你准备好了吗？周心怡 Kelly， 我认为彩虹尽头一定有一个充满阳光活力的地方，因为彩虹永远都在我们遇见乌云大雨之后出现，给予我们温暖以及动力，让我们不断去探索及触碰尽头。我今天是一套粉色的礼服，我认为粉色是彩虹中很少见到的，但也却是彩虹的一部分。我想展现和粉色一样有活力、青春、美好以及温暖的自己。我是7号张嘉明 Melody， 我坚信彩虹的尽头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世界。移民火星是马斯克梦想彩虹的另一端，当马斯克踏上那个火红色的星球，我想他会说，人类的命运因我而更丰富多彩。彩虹有7色，组合起来是白色。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，穿着这身白色的小礼服，追逐我自己的彩虹梦想，让世界因为我而更精彩。
我是八号乔西美莎 Chelsea。 在我如梦的花季，彩虹一直是一种美好的象征，它的另一头连接着包容和接纳，是通往和平与友爱的桥梁。今天我亲手把年轻的梦一针一线缝进着美丽的翅膀，我将载着我的梦想化身和平与爱的天使，飞越高山大海，飞遍全世界。我是九号年蕊 Rimoli。我认为彩虹的尽头是另外一个世界，一个充满美好和无限可能的天堂。因为彩虹本质上是一个由七彩颜色构成的圆圈，看不到的尽头光芒是耀眼的白色，舞动的翅膀是精灵，是天使，波光粼粼的裙摆是光的杰作，化身成另外一个世界的新生命。我希望能够带给人们幸福和美好。将宝藏收于彩虹的尽头，在那里有美丽的景色和一片晴朗的蓝天，而我今天身上所穿的礼服是我想展现的彩虹尽头景色。那里有充满神秘色彩的美丽花草，也有风雨过后的晴朗天空。我觉得彩虹没有尽头，正如辛苦传递和平的人们一样，这过程中有暖色的喜悦，冷色的悲伤，这都是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，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，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。这是世界人民的期待，也是我学习外交的动力所在。今天我身着一袭白衣，点缀着璀璨的橄榄花冠，寓意着我想为和平做贡献的希冀。我是13号王爱文 Evan。 我认为彩虹尽头是梦想，我身上所穿的衣服是由渐变的鳞片组成，上半身从粉色渐变到脚边的金色。我想表达的是，渐变的色彩表达了每个人梦想的多种多样，许许多多的鳞片就是许许多多个人的梦想，就像我们这个多姿多彩丰富多元的世界。
同時在任何的手機、任何的、平板電腦上面都看到我的節目的。嗱，我哋頭先咪話啦，彩虹的盡頭就是一個陽光與海灘，但係我哋評判點樣看陽光與海灘呢，就交俾 Cookie 啦。係，等我哋訪問一下遠道而嚟的詹平。Hello， 詹平。係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張文，你好。你好啊，我想問一下你咧，而家落嚟就是泳裝環節啦，你的評分標準是乜嘢呢？這個問題其實真有點難答，因為今天我太太來了。不過我作為一個專業的評判呢，我覺得泳裝環節當然很吸引，可以吸引到我眼球， and then 她的身形好像我太太一樣，我就會給很高分。很明顯詹平是非常之欣賞她太太的，多謝你詹平。又問哪位 Cookie？接下來我們要問2014年澳洲華裔小姐競選冠軍2015年國際中華小姐競選冠軍蔡美婷小姐。你好啊，美婷。行前少少 ，Cookie， 行前少少，係啦，俾我哋大家觀眾看到佢呢一面。你的問題是問題就係問一陣間佢哋嘅泳裝表演，你點樣比分？身材一定要好啦。身材一定要好，仲有冇？仲要梗係要好有自信啦，其實，因為其實要穿著泳裝在台上，咁多人望住咧，好緊張嘅，係啊。咁而家想請問下你，你點樣幫佢哋？因為他們在後面，現在聽見你講話，怎麼樣告訴他們應該要點樣？你當我哋台下嘅人咧，都係potato 得噶啦，唔好當我哋太認真，上台咁開心玩就得噶啦。你當係玩嘅真係。梗係啦，要放鬆心情啊嘛，比賽係重要。我想問你當年係華裔小姐競選同國際中華競選嘅時候，中華小姐競選時候有冇唔同心情？非常之唔同嘅心情。點唔同法？當時係好緊張啦，咁而家就係輕鬆啊，輪到你啦，你都有今日嘅代表。好多謝美婷的分享。是，而最後我們要訪問2021年澳洲華裔小姐競選總冠軍蔡志玲小姐。這邊 Hello 你好，就作為師姐有什麼經驗可以就是傳授給今天的佳麗們呢？就是平常像我们去年一样，大家应该也都有练习很多了，所以就把练习室里自己建立的自信和表演的心态带到台上，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就好。但是情况有一点问题吧，你现在拿了冠军你就很轻松啊，他们等一下站在我旁边他们在抖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去年在后台也在抖啊。你有抖吗？有啊。抖成什么样子啊？就是走路弯弯曲曲的，但是因为穿着高跟鞋，所以还是一定要小心，因为要走台阶，后面的选手们也要小心，不要就是摔跤什么的，注意安全。好，身体没有抖，讲话的时候这个牙齿怎么办？那就没，我们要打分吗？是不是？郭桥，你问我做咩？原来佢冇贴士俾佢哋嘅。OK， 谢谢志玲，讲得好好。我说广东话，你听得懂吗？都听得懂，行。各位来宾，咁好啦，几位嘅评判咧，俾咗提示啦。不如呢个时候你俾热烈掌声，欢迎佳丽泳装出场。一号大佳龙，方龄22岁，身高163公分。體重47公斤，佢係一名學生。佢話彩虹係等量分配、等量相處、合作共用。佢亦都好中意紫色。佢話紫色係代表感恩。你好，各位观众好。刚才你的师姐说了，站到这个台上，穿了这个泳装会抖啊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没有啊。
我觉得今天非常自信，而且能看到这么多朋友坐在这里，已经很开心了。你朋友在哪里啊？给我的声音听一听。好厉害啊！你们来这个 party 就不是比赛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在？啊，冠军一号冠军是你说的对不对？行行行，等一下再说。好了，那大小姐喺度。大小姐很特别的嗜好，她有一个 hobby 很奇怪的，就是不抽烟不喝酒。为什么这个是一个 hobby 呢？我听不懂啊，看不懂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保持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保持美的一个部分啊。是这个样子吗？能喝酒啊，今天如果你拿了冠军，他们都跟你去喝酒，这个样子你不喝不行。不会不会，喝不喝？今天晚上赢了，喝不喝酒？喝不喝？喝还是不喝？赢了就少喝一点吧。少喝一点，哎，给掌声鼓励一下。好了，梅头，你刚才说，紫色是这个感恩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为什么紫色是一个感恩呢？我觉得紫色是个非常温柔的颜色，它总是提醒你一些美好的力量，所以我觉得感恩是一种美好的力量。哦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哎，你有一个愿望，是为了个豪宅啊，豪宅啊，我说的对吗？豪宅。豪宅，嗯。豪宅，你知道是什么 ？Huge house, big house。哦，对，这个豪宅乞丐为什么要选这个豪宅？还有，如果真的有一个豪宅，你会他会给他上一个什么颜色？听得懂没有？室外是吗？室外的颜色，我觉得白色是非常经典的豪宅。没有，彩虹里面的颜色没有白色，全都白了，那你来干嘛？我也喜欢全都有白。合作了，先生，我们有吧？这个话合作了，先生。什么颜色？我选蓝色吧。蓝色？豪宅是蓝色？为什么豪宅是蓝色？你告诉我。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豪宅是蓝色的。对啊，你试试看嘛。会很特别。特别？整个都是蓝色的吗？里面一点其他颜色都没有？喝什么喝？对，还有没有？没有。如果这个颜色出了，你说你设计出来贵多少？是你设计这个蓝色的豪宅要贵多少钱？听得懂吗？等我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之后，我觉得会有好的价格等着我去赚的。那谢谢你了，我等着你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五号柴明月，柴明月身高166公分，体重49公斤，他是一名学生。他说彩虹的尽头是他的爱人变成白色，他要敲打幸福密码。他的嗜好是养生。蔡小姐你好。你好主持人。蔡小姐，你说刚才你出场那个时候穿的是一个这个结婚纱嘛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对，你说彩虹的尽头就是白色，就敲，要敲他出来，然后再爱人就走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要敲他呢？不就自己跑过来的？敲他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敲打这个幸福吗？对不对啊？你把你自己的都忘记了，敲打幸福有没有？这是一个比喻。比喻啊？对。哦，敲打他不会走过来的。哎，你穿这，你怎么快穿这个？这个婚纱，你很想嫁吗？我很想嫁，真的。对。哦，那你今天来选干嘛？去嫁人了？但是我也
很喜欢悉尼啊。哦，你很喜欢悉尼。对，悉尼就是我的家。你的家，你跟家人是什么关系啊？在座的都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。哦，是这样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还有问题要问了、啊？你说你的这个养这个嗜好是养生吗？对不对？听得懂吗？对，听得懂。养生。嗯，养生。养好身体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对，我想问，如果我先要吃一点东西，要养生，养得我身体很好的，吃什么颜色的东西？我觉得要吃白色的东西。白色东西？譬如？比如山药。山药。山药很养生的。对对对，还有没有？再说。一种不行啊，我天天吃那么多啊，还有其他种有没有？还有白色的水果。水果吧、啊、白色的水果是什么？白色的草莓我看过。白色的草莓营养价值很高的。啊，我这个不算，不是你讲的，他讲不算。还有吗？白色的。白色的。对。没问题啊，什么？山竹。哦。山竹白色嘅咩？入边系白色嘛？佢外边系白色嘛？大王，哦对对，慢慢啲 ，OK OK， 哎，那吃了这个东西养生，就吃了就很长寿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还有，如果真的要用这个吃东西养生，那比如说我涂脸的什么？我觉得可以去中医那边开一点养生美容的药，涂脸。要找中医。比如珍珠粉。哦。白色的。好，哇、哦，好嘢哇、哦！珍珠粉，你有没有常用这个珍珠粉呢、啊？我小的时候尝试过。那长大不用了。对，我长大用粉底。哦，对。谢谢你。谢谢武汉，谢谢武汉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六号周欣怡，方龄二十岁，身高169公分，体重58公斤。佢话彩虹嘅尽头充满阳光活力，但系佢话乌云大雨之后先至会出现有彩虹、哦。佢喜欢打歌，喜欢跳舞，同埋喜欢健身。好，主持人好。周小姐来自哪个中国的地方？广州。哦，咁讲广州话 OK 啦。识少少，识听，唔系好识讲。唔紧要，识听系点啦？你讲唔到我唔使理嘅，我唔使搞咁麻烦啊嘛。好。OK。好啦，我想问问，你头先话咧，彩虹嘅尽头充满阳光，系咪啊？系。点解你会觉得彩虹嘅尽头充满阳光？你点睇到啊？都未去过。True。但还，Can I speak Mandarin？ 好。但是就是，彩虹是太阳折射出来的嘛，对，所以就是很充满阳光啊，肯定要。对哦，很有活力。海呀。对啊，但系咧，诶，你说普通话还是说广东话？你海呀是什么？你讲俾我。哦 ，OK OK， 但系咧，彩你就话喺乌云大雨之后先会出现。有冇咩特别嘅感受咧？呢个讲法，就让我觉得彩虹特别温暖呐、啊，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来 support 我们呐、啊，给予我们鼓励啊。哦，过了以后雨过晴天。Yes。啊，这个是普通话吗？OK。还有，你好喜欢打高尔夫。Yes。还有喜欢健身。Yes。为什么女孩子健身来干嘛？因为 girl power。好犀利喎。系啊。哇，好犀利啊！哇，老先生，喂，你唔掂啊？要学习学习。梗系学习咩？一个星期要练多久啊？五天。五天啊？多少时间？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。我想问，譬如说，现在我去健身，要看什么颜色，然后把自己练得更大只大只啲，可唔可以？壮对，更壮一点，要看这个颜色，就壮两倍，
什么颜色？彩虹里面的颜色？红色。为什么？红色会让你更有力量。哦，所以没有，我找不到红色，什么色？黄色。黄色？为什么黄色？阳光。啊，黄色都没有。那我们就选一个橘色，暖色的。橘色什么？橙色。哦，对对对。OK， 橙色行啊，这个行啊，差不多啊。哦，这个样子就好很多了。谢谢你啊。好，多谢晒大家。多谢你，多谢。谢谢，你好。十九岁，身高171公分，体重52公斤。佢嘅嗜好系弹小提琴同埋跳舞。佢想成为新一代嘅偶像。佢话彩虹七色整合之后就系白色，尽头一个无限可能。真心嘅面孔。主持人，大家好，大家晚上好。紧张吗？紧张是肯定的。对对，但是没有见到你抖啊，不抖就不紧张啊。可能是演戏比较好。哦，演戏比较好。行，你喜欢演戏。今天我们来到 TVB， 我们的高层Sherman， 他是管我们的海外的所有电视的节目。想问一下，如果你要做一个出色的演员，现在有一个电视剧，电视剧有三个颜色，红、蓝、绿。你可以为这个红、蓝、绿做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出来吗？红、蓝、绿。对。这个问题真的考到我了，因为肯定考你了，不考你我问来干嘛？我偏理科，我不偏文科。哦，不偏文科，行。然后比如说，那我问另外一个，如果现在邀请你拍一个电视剧，三个角色，一个是光头，把头发全都砍掉，第二个就是要你吃很多东西，变成一个很胖很胖的胖女孩，第三要你这个涂的这个面都黑黑的，第三个你选哪个？我选变成光头，因为我觉得自信，真正自信的人不应该是因为头发而自信。我觉得光头也会非常的美，非常的独特，所以我愿意剃光头。哦，那其他两个呢？就是保证金，保证金，给他其他两个有什么不好呢？其他两个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但我只是想给大家证明，头发不是自信的一切。哦，这个样子，那吃的胖胖的怎么办？胖的话也是一样，只是我比较在乎胖的话可能会有纹路啊 stretch marks 等等，所以可能会比较难去，但头发永远是会长回来，而且你剃光了可能长回来会更茂密更浓。哦，这个样子吗？他又叫中龙啊。喂，他又叫中龙，我今天没什么头发，我听着话他就会骂过来吧，成这么头发。大王你是要试一下的嘛，是不是？我阻你啊。得非常之好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两位主持人，谢谢大家。班浩，乔西美莎，方龄18岁，身高178公分，体重62公斤。他说彩虹呢，他要一路骑着他有对翼，然后呢一针一线地缝在他翅膀上面，令到大家都开开心心。你好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你是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乔西美莎。乔西美莎，哎，我想问你是个舞蹈的老师吗？教人跳舞了对不对？对，我以前有教过小孩子跳舞。小孩子？对。哦，那小孩子跳舞，你跳的舞是这个中国的古典舞啊，还是西方的其他的噼噼啪啪？我呢？对，每种舞都教过。哦，就是我什么都学过，因为我很爱跳舞，我就很高兴可以教到这么多小孩子舞蹈。哎，教小孩子不行，教我才行吗？肯定吧。啊，对，你现在教我一下，跳过新疆舞没有？哇！
好，你要俾掌声先得噶。难度大吗？还可以啊。还可以吧？好吧。我看你的这个步伐里面说你喜欢在黑夜晚上才排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白天太忙了呀。太忙已经很累了，晚上还要跳舞。因为我要出去演舞蹈啊。哦，是吗？是。那晚上还要排舞啊？是啊。不辛苦吗？不辛苦，你就在你脑子里就把那个舞蹈编出来就行啊。哦，这个样子。譬如说现在要教孩子跳舞，你用什么颜色放在他面前让他们跳得更活力，还有小孩子跳得很喜悦？我觉得舞蹈没有一个颜色，每个颜色都会代表不一样的舞蹈。那热舞就会像红色，古典舞更像蓝色，那我觉得全部 rainbow 带上才是最好。是吗？是。大家非常高兴。都没有打动我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谢谢。九号尹锐，方龄22岁，是一名学生，他身高174公分，体重再请五位佳丽出场，俾大家见见佢哋风采。游泳，对啊，就因为很高所以才要游泳，因为想要有更好的体态。哦，游泳体态很标志的吗？会改变，很标志的。真的？对的。哦，那你现在是一个要成为一个建筑这个设计师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跟你现在选美有什么联系？因为我觉得在很多人看来，建筑设计都是男人的天堂，很少有女孩子去学这个专业。或者说，就是我之前实习过一个老板，觉得学建筑的女孩子都没有很漂亮的。我来参加这个选美，我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，学建筑的女孩子也可以很美，也可以很优秀。好厉害，对，你要突破自己啊。是的。对，你刚才说彩虹是连接着这个花海，花海。对。什么花海？浪漫的花海啊。里面有什么花？特
别特别的花，很多很多花。譬如满天星。哦，就是满天星一点点的一点点白色的那个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满天星并不是只能做配角，当他做主角的时候不需要任何花去做配角。那为什么要彩虹在那边才见到他？我去公园里可以见到他。你在公园里见不到满天星的。真的吗？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特别呀。因为他不能在花园里长，他就是出生的环境比较特别。真的吗？他需要后期加工特别多。譬如说？譬如说有很多彩色的、粉色的、橘黄色、绿色的，是你没有办法直接看它生长出来的。哎，我想问，你在这个澳大利亚是开花园的吗？我不是开花园的。你是卖花的吗？我学过花艺。你学过花艺？对。哎，花艺有什么好处？花艺可以提高一个女孩子的审美，还有对世界看法的态度。哦，这个样子吧。最喜欢的颜色？我最喜欢白色。为什么？白色本来晒，有没有什么好看？不，本来晒怎么讲？应该翻译不到。对。这个全白了。全白了，就是全白了，什么好看？是没有颜色的感觉。对，因为白色很干净，你可以在白色的基础上叠加任何的颜色。哦，真的是个设计师。 对， 对，谢谢你。谢谢两位主持人。十号胡爽臣，方龄27岁，身高168公分，体重58公分，哎，体重是58公斤。开心啫，对啊，佢嚟自柏斯嘅，佢系一间日本语学校嘅，问问佢啦要。你好，胡小姐，慢慢过来。我刚才啊，于小姐那个令我很紧张，现在我很抖啊。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胡小姐，想问一下，你是这个日本学校的校长吗？对，我就是之前本科的时候是读的日本文学，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学习各种的小语种，所以我就后面就是自己去开了一个日语学校，然后教很多不同的学生小语种。是这个样子吗？对。哎，如果日本话说欢迎大家来宾今天来到这里看我的比赛怎么说？皆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我口音那里有九个字词，会增加掉，增加掉，四个音就完了。可以长一点吗？你没点过啊？应该是有点紧张，大王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吗？我加一点我的感觉吧。哦，对对对，行行。今日はとても楽しいですよ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没了。都是都是 I must， 我都识啊。反正我哋都听唔明。对对对，头先你话咧，坐喺我尽头系有宝藏嘅，有什么宝藏？宝藏是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彩虹的尽头是有各种各样的花草，还有很漂亮的景色。对，没了。因为现在是普通话，你可以说的长一点吗 ？OK。对对。因为我觉得自然界中的花草代表着欣欣向荣，而彩虹的尽头一定会是美好的结局。没了。哎，然后你说你热爱生活，做一个开心的人，比如说现在你要开心，让他让我开心，你送给我什么颜色，我看了有我好开心，在彩虹里面的颜色找一个。选择红色吧。不要红色。对，那就选择蓝色。啊，为什么没有红色？以后很多女孩子都找这个蓝色，什么颜色？蓝色很忧郁的吧？因为我觉得蓝色代表着蓝天，当我们看到蓝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一切的事情都不算是。真的吗？对。那你看我们呢？今天它很红啊，现在我不知道要红给它蓝色行不行啊？您是说成长盘，它叫晶片。哦，晶片懂不懂啊？不懂。他帅不帅？他帅不帅？当然帅，当然帅。他帅，如果是颜色给他什么颜色？
不能是红色，对吧？对。Okay, 也不要蓝色。也不要蓝色。对。那我觉得紫色吧。金色。紫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紫色代表沉稳，然后一步一步，然后沉稳的那种成熟的帅气。什么稳啊？什么意思？沉稳。哦，沉稳，对对对。沉稳。沉稳了，对。呀、你会广东话，你就说广东话啦。呀，行行。哎，唔紧要啊，即系话咧，陈千曼除咗系大红之外，仲有大紫。听不懂啊。大红大紫。我说对啊。他是大红，你是大紫， 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谢谢你，谢谢。12号孙晓旭，来自悉尼赛区，方龄23岁，身高163.8公分。体重是52.4公斤，好犀利啊！佢又是日文噶，系讲日文噶，佢讲日文嘅，同头先嗰个有咩唔同咧？但我好奇，点解系163.8咧？对，孙小姐你好。两位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说广东话行不行？不可以的。一点都不行。一点都不可以。没问题，那现在说日文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好，真的吗？可以啊。刚才都说了，我说，欢迎来宾，欢迎你们来看我参加这个比赛，怎么样说？皆さん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又会这么短呢？又是这么短吗？就这么短。就是欢迎。我说了很长的这个中国的字，你说了日本话，很短啊。可以长一点吗？说的欢迎大家啊，对对，欢迎大家，欢迎你们来到这里看我比赛，你们好吗？说多一点行不行？ここへ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どうぞ、ショーを楽しみください。咁啊，强啲啦！咩赛啊？头先咩国的赛什么意思啊？刚才最后一个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国的赛是什么？怎么说 ？Enjoy the show。哦，这大家享受今天。好了，欢迎你，很开心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我想问彩，你刚才说彩虹是连接什么的？我说彩虹连接什么？还是对对对，彩虹的尽头是什么？连接什么？可以连接什么？你看，要是可以连接到一个另一个世界的话，我会选择连接到一个怎么吃都不会长胖的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吃东西的时候是最幸福的。真的吗？真的不胖啊？但是我为了这个减肥呀。对呀，很肥呀，真的，没错，你真的本来是很胖啊，为什么减那么辛苦吗？这个是你吗？是不是你啊？是我的。是他吗？是我的，看不出来，真的。对，看不出来，完全不一样。你看，真的很棒。你吃什么可以减肥？我就不吃碳水化合物。对。就吃蔬菜。蔬菜。和蛋白质。还有什么颜色的食物吃了以后减肥？什么颜色？对，颜色的食物，不是吃这个 color， 是吃这个颜。有什么代表的对食物是什么颜色的？对对对，不能减肥的那种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哦，就绿色呗，多吃蔬菜呗。哦，绿色就行啊。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是哪里人呢、啊？我出生在新西兰。哦，对对，新西兰的、啊。对。Auckland 啊。Auckland。哦，怪不得我看这个 Auckland， 还以为这里的 Auckland 是新西兰的、啊。新西兰。然后过来这里，新西兰在哪？我父母出生在哈尔滨。哈尔滨。嗯。怪不得你讲话就是北什么北什么北。我们一句都没有口音的。对啊，一听也听出来了。我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。我想问。你很喜欢将来做一个外交官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特别喜欢旧的东西，我想研究文化遗产。哦。所以呢，但是很多文化遗产是被战争而破坏的。所以你要去。我要去。说多一点。带什么颜色去，让他们看了你开心，什么都行，什么都行，有没有？彩虹里面的颜色有没有？蓝色呗。又是蓝色呗。不是，蓝色呗。为什么蓝色？因为蓝色是大海和蓝天的、哦、大天，就是天的颜色。你去世界某哪一个地方，永远
天是蓝色的，海是水是蓝色的，海阔天空。对，完了，联合国的颜色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国际 organization 都是蓝色，蓝色的。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大姐。他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开心得不得了。跟住系十三号王爱文，王爱文23岁，系一位大学生，身高1.68米，体重系55公斤，佢嘅嗜好系弹古筝。个个都话自己肥啊，比赛嘅时候。好想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晚上好。王小姐，有没有为吉尼斯比赛减肥？说实话，我还真没有。对，还是很瘦，就是问问而已了。对，然后如果真的要减肥，你吃什么东西？颜色的东西，有颜色的东西吃什么？你会懂吗？你懂吗？懂啊，说来听听。我觉得蓝色或紫色吧，因为这些又是蓝色，其他这颜色用来干嘛？彩虹七种颜色，那我就选紫色了。紫又是紫色，其他呢？因为蓝色和紫色的东西让人看起来没有食欲，然后就不会想吃，然后就会减肥。哦，是这个样子啊！就是黑黑蓝蓝的就不吃了。对。对，那蓝莓的吃不吃？蓝莓。蓝莓。对。吃啊。那你又说不吃？你吃。蓝莓甜啊。哦，行。哎，想问你会古筝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弹到什么程度？就是小学程度，我才学了有一年。对。我学它就是因为。自己无聊的时候弹弹完，就不至于没有事情干或者浪费时间刷手机，然后就是自己玩一下。他为什么参加这一次的比赛？参加这一次比赛是因为我喜欢探索未知的事情，然后就想了解一下另一种生活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就参加了这次比赛。你出场自选的服装里面，你的服装的白色里面一块一块的是什么来的？我选择的服装是由一片一片的鳞片组成。什么意思？我认为那些鳞片就是承载着一个一个的梦想，然后缝制在这条裙子上。对。要跑向彩虹另一边吗？对。另一边是什么？就是实现梦想的我。哦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继续有请五位佳丽再次出场，为大家欣赏他们的风采。多谢，有请四位佳丽。Cookie， 转头翻嚟，我哋就会选出啊今届2022澳洲华语小姐竞选总决赛嘅最后五强。相信评判而家真系好头痛啊！我哋一阵见啦，一会见，谢谢。